喂喂喂，嗨嗨，我是雪兔，欢迎来到雪兔的早晨实况啦。那今天我要来玩的是我们的勇者斗恶龙创世小玩家。那这一款游戏其实还蛮特殊的，至少我觉得说它在当初我们在台北国际电玩展的时候，其实它就在一个某一个小摊位，其实也不能说小啦。但至少在旁边那些大厂下面相见之下，就感觉变小许多。只是后来我开始在注意到这款游戏，因为这款游戏它是感觉很像那种，就是孙悟空的那个画法，你知道吗？他的眼睛，然后还有就是又是勇者的斗恶龙的背景设定，然后还有包括有点像是创世神的那一种创造元素存在于里面。那我就觉得说这一款游戏其实感觉好像还不错。这什么东西？麦尔基德地方位于阿雷夫加尔德南方的高原地带。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他们每次取的那些名字都那么饶舌啊？首先呢，要先建立这个游戏的主角。我要当女的啦，当男的好像也不错。可是我觉得当有啊、我要当女的还当男的？我想一下，PUDDINJN， 当女的还当男的？好啦，勇者斗恶龙好像没有女角，那我就创个男的好了。那我们的头发要什么颜色呢？我们头发煞气红好了。肤呢？哦，是欧郎，不要了。助于原作啊，我的肤色差不多是这样子。眼睛，我们来一个草本绿啊，好，好丑哦，头发换个颜色好了，换个白的，好。无法显示的文字虽然可以输入，但是将以井字符号代替，在字串有文字上无法操作。不是没有女角才创女角平衡吗？没有，里面有女角，好不好？麦耳机的片什么东西啊？那我叫，这叫雪兔吧？雪兔 ，nice， 好。是否要用这个角色吗？用。雪兔要成为传说了。正在打造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多像麦块啊？我靠！魔王出现，一开始出现的反派，王中之王，龙王，好丑哦！一半给我。你不想要这个一半的世界吗？其实我的世界可以不用这么多了，好不好？真的还好了。我是非洲兔，雪兔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原来你找到我了，怎么啦？过去一个可怕的选择造成了这个被黑暗笼罩的世界，如今这个世界天空已经失去了光明，无力的人们只能等候灭亡的时候到来。看来他们需要无火之人来去薪火相传。黑三玩太久了，为了重新打造这个失去一切的世界，需要借助你的力量。来，时候到了，雪兔，张开你的眼睛吧。啊、哦，这里是哪里？我竟然是在坟墓里面醒来。你醒来了吗，雪兔？还记得吗？自己是什么人？身份是什么？我来自非洲，然后我叫雪兔，我皮肤很黑。神圣以前是诺和奈何不降反而比较好，也不一定。X 4跳跃。对啊，那背景音乐有点有 Proto Night 的 feel， 有没有？神奇宝贝音乐啊！等一下，你进入第一页战斗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根本就是神奇宝贝。战斗，太好了，身体是灵活的。
好丑啊，这个角色好丑啊。既然如此，你应该有办法完成自己的工作才是。所以 ，Where's my job？ 有一个重大的工作必须完成，你必须完成的工作就是……咦？什么？工作再说，身体很慵懒啊，好懒哦。的确，体力开始变差了，或许在漫长的沉睡中失去了体力。请捡起这些白色的花瓣，让你拥有能力恢复体力吧。好的，那里哦。哦，捡起来了，捡起了白色花瓣了嘛？你拥有的材料，亲手创造武器或道具的能力，所以那边的树墩应该可以当作工作台，用手中的材料创造疗伤药膏看看。非洲风，哎，对啊，我也觉得他应该是非洲风。他们的工作台也太随性了吧？这就是工作台，初阶工作台。疗伤膏药膏啊，来冲看看，白色花瓣13那么刚好，做得好！你第一次用了材料创造了物品，这个正是这世界上只有你才拥有的独特能力啊！原来其他人做不出来啊，还真可怜。那我以后就来贸易就好了，都要贸易就好了，何必呢 ？Zero， 晚安。你具有取得材料创造物品的能力，原来这是非常特殊的，真的还假的？你马上使用创造出来疗伤药膏吧。道具能力似乎用三角形就可以使用了。三角形，看来你已经成功使用疗伤药膏的恢复体力了。使用疗伤药膏是你亲手创造出来的。活在这个世界，人因为某些的原因已经失去了创造物品的能力，所以就是说，他们不知道如何创造了。就例如说，我们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但他们不知道一加一等于多少，这是多么爽快的事情啊！像我之后就是以物易物啊，就是讲说，你想要拿到这个东西吗？用你的身体来跟我换吧，没有了。这个世界我就是王，谁说你身负天命呢？就是。咦，什么天命什么的，再说想要快上踏上广大的世界，哦，这也是。那么你就动手创造离开这个动作的地面吧。先捡起这个初树枝，捡，用你手上的初树枝当作材料做出桧木棒，去吧，就像刚才一样，用树墩当工作台做出桧木棒吧。ASYMMETREN， 制作桧木棒。粗树枝，五、哦，做陶，第一次做出了武器。过去人们借由创造物品使用道具建立光辉的文明，可说是最代表人类文明的武器。如今也只有你才有能力创造，所以都赋予在你身上的使命呢，就是什么？我就知道，什么使命？再说，先到外面世界看看。哦，也是。啊，那么那先创造你自己的武器，准备创造地面吧。按下圈打开，简单装备桧木棒。武器与防具必须在装备后才能使用。按下圈打开主角们 ，OK。持有物品，应该按装备吧。装备好桧木棒了吗？有了武器，除了能和怪物打斗，也能在收集材料的时候派上用场，打坏物品，将之为变成材料的能力，也是只有你才有的特别能力啊！哦，桧木棒，不好意思，感谢。即使在封闭的黑暗中，人们失去了能力，人世界一直在等待具有创造物品的人。学徒，人们的心愿、梦想以及希望，还有未来。就背负在你的身上了，你必须完成任务呢，就是什么？你该不会是睡着了吧？看来是离开这边好了。那么你就打坏周遭的土，收集起来。好，没问题。攻击键怎么拉远呢？哦，按 R3。哎，我觉得这好有趣哦，要修。这是铁门吗？收集好土了吗？好，拿到的土可以按三角形放在地板上推
堆叠。OK， 好 ，I got it。三角形哦，三角形不是按错那个吗？哦，选单是那个啦，三角形是使用，所以它顺便成为那个堆叠物品的地方。怎么这个？按。啊，这个好麻烦呐、啊！他有没有奔跑键呢、啊？而且他这个摆放砖块好不友善哦、啊，好难摆啊！开始，全境封锁在召唤绝兔，没有了，还没。你的国文老师很火、啊，我的国文老师谁在管他、啊？拜托，我都已经不见他多久了。你走到外面的世界了，你将目睹世界阿雷夫加尔德。第一次你一定要慢慢念，不然我一定会打击。我要用创造力拯救众人，复兴阿尔夫加尔德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我觉得他很容易讲，咦，什么？那么就这样嘛，请你用这个身体创造物品能力，照你的意思创造出期望，如此一来，你就有顺其自然的达成自己的使命才是。此外，还请你亲身感受世界发生什么事，了解自己的职责是什么。我是大地精灵，我是大地的精灵路比斯，愿一切遵从精灵的指示。最后，我要给你一个忠告，啊，雪兔，你并不是勇者，那我是什么？村民呢、哦？Africa man， 我的妈！一切遭破坏的大地，阿尔基尔，哎，麦尔基德高原，哇，这里感觉危机重重哎、欸，你确定？这是过去被称作为麦尔基德的地方，我觉得好恐怖哦。很久以前，这片土地有着一座外围绕着坚固大城镇，然后用创造物品的能力打造出新的麦尔基德城市。游戏决定否定勇者这个称号，对啊，那我就是普通人啦、啊。我要交给你一样东西，什么？一位女士吗？没有用的木棒。光明照耀的地方吧。希望旗帜，哈，这好屌哦！我们拥有的希望旗帜，哎，哦，好痛！我一不小心按到圈，哎，好讨厌！有奔跑键吗？按住 L2 会锁定在羊角，然后假设按住 R2 的话，会变成锁定于下方。所以就是下一格、上一格的概念。那跑步呢？他这就是跑步了，真是令人失望。使用希望旗帜，麦尔基的高原。为什么一直麦尔基啊 ？Hyper X Cloudy Two， 这里就是我们的产品据点嘛。想买耳机嘛？来我这里吧。这拥有7.1声道。人类必将受到光辉的引导聚集过来，看，马上就有人了，真的还是假的？确定据点的繁荣度？哦，这个顺便是保存点啊！啊，糟糕，保存两次了，那就离开吧。你是谁 ？Who are you？ 究竟是什么旗帜呢？我是霹雳，你是？我叫阿斯，我刚好可以跟你称为阿斯霹雳。为什么叫霹雳呢？好丑的名字哦！哎，侧马尾，好萌哦！咦，这面旗帜是你插的吗？你是什么人？到底从哪来？我是爱插插的勇者。
啊，不记得了，你是经理声音引导下来这边的。你说有个声音直接在脑袋里跟你对话，这听起来好像很可疑耶。不是客人要，就是这个人疯了。是我也只有这些选项可以会想到啊。啊，我有妹了，有妹了。即使你是拥有创作物品的能力，要独自复兴麦尔基德应该也不是件易事。首先创造出可住宿的房间，将这些人一同重建城镇人居住吧。剩下有门的损坏房子，用土填满墙壁的缝隙吧。按 L1 放置方块可以放上一层啊，那就是刚我发现的使用图啊。图也太过于怎么讲，悲惨了吧？能不能用好一点呢、啊？他的就是遗愿，就是希望把房子修好，好不好？那为了达成他的心愿呢、啊？哎，攻击是哪一个、啊？我想一下，方块，他自动会攻击到上一层，其实还算 OK。多收集一些泥土，我们要用泥土来制造我们初期的，就好像我们当初在玩麦块，一开始也只能用泥土盖房子的概念，超可怜的啦。有志气一点呐、啊，霹雳！你这样子哥哥看得很伤心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把他当作妹妹看待。就是喜天呐、啊，他一开始就把那个谁。这个霹雳当作妹妹一样看待，别拆吧！登场不到十分钟就已经被写出刺史，还没啦。好，这个牌子是要干嘛？招牌上有写文字，怪物总是自此方位来犯，要重建城镇城，哎，要建造城墙。所以就是说之后那边就会有那个城，就是怪物过来来攻打我们就对了，太贱了吧！我能在自己的土，就是啊，不行，看来我一定要走在里面。建造 ，OK。这也太难操控了吧？这一开始你要用 P4 手把玩那个创造，其实真的是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完成！哇，好厉害哦！谢谢啦。好，我要看你的容貌。靠，好短腿哦！虽然你脸很漂亮，可是我觉得你太短腿了吧。你是放土块修好了吗？刚听你的脑袋直接上了金牛，我就想说是可疑的了。不过你居然可以修理这房，你就有神奇的能力了。来，这给你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白色花瓣啊、哦！感谢啦。哇，有任何东西我都欣然接受了。哦，所以这个美化，我们只能先收集木枝来去创造一些东西。先看一下能创造些什么了。S P Z S N N， 对啊。然后看那些石头应该也是可以打的，而那一个被不行，石头也不是我们现在用木棒可以打到的东西。Surprise motherfucker， 完成我们的伙伴史莱姆嘞，打一下好了。蓝油，那这边是什么？发愿事迹，文章颇长，要阅读，看一下好了。啊！自从那邪恶龙王封闭界已经经过多少世界的勾结，我故乡已然，请大家自己用眼睛看一下啊！阿雷夫加尔德。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一样的冒险家啦，其实我们不叫勇者，叫冒险家比较合适。那以一个，我们下去水会死吗？来下去看看。啊，会死，靠，嗯，